什么？那个叫什么克星？脏脏的克星是星星。不是，你刚才说那个牌子叫什么？你刚才说那个牌子叫什么？克罗心。哦，克罗心。你刚才给我装，我不用。我当时我没装啊，天地良心啊 ，Hello 小布马，天地良心啊，我刚才是这样，我说啊、哦，我还没来得及解释呢，你就在那说可能性可能，然后我就寻思那都开心了就开心下去呗。嗨，小优、哎，你是不是不知道可乐心这个牌子？我跟你说了，奢侈品我只知道 CK， 这可乐心不算奢侈品。哎，还有那个海鱼，还有那个一个 G 的那个是啥来？一个 G， 就是我每次看那个，我以为就是那个，我也不知道，一个写着一个 G 的那个。我只听别的女生经常会说什么什么香奈儿什么啊，那些我也知道。来了 V， 但香奈儿应该没有戒指，不知道，我也不太了解这些东西。CK 是轻奢好吗，小姨妈？小姨妈居然 diss 我。CK 是奢侈品啊，我哥还有一个 CK 的包呢，我哥老宝贝了。我那天把他 CK 的包，传家宝。我那天把他 CK 的包，然后弄脏了一点，然后我说，啊，我的包，他说这是传家宝。对，不说了，有点丢人。买那个包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谁会花这么多钱买这个？他这个包已经珍藏了好多年了。我摆都很摆正，就像新的一样。他那个包珍藏了好多年，像新的。因为平时我不用的时候，我就会把它挂起来，我不会圈着它，然后把它就是因为它那个不是很摆正嘛，就给它撑起来。你是不是告诉过我，那个包是你很久以前几年前收过最贵重的礼物，是吧？不行，不行，下次你再过生日的时候。我不能再问你喜欢什么然后再给你买，我也要买一个比那个贵的。你生命中所有的罪和你所有的第一次我都要和你一起。我这个就比我那个包贵，这个嗯，我妈呀，哥你给我花老钱啊。嗯哎，行了，要进播了。我觉得那些坏蛋应该不会再看我们直播了吧，他们可能都已经走了。You squeeze my hand too tight, sweet time. 老是有坏人举报我们。我今天有干一件很后悔的事情。咋啦？就是咱俩去玩的时候，我特别后悔这件事情。怎么了？给你带了一包零食，一口都没吃，怎么带去的？怎么带回来的？嗨，贝贝，主要是就是在很热的天气下面，然后我们就玩那种东西，人都像要中暑一样，是不可能想吃东西的。给他带了好多好多零食，怎么带的？怎么带回去的？哦，带应该多带一点水，就是天气很热，要多带很多水，这样我们每瓶水就可以多。Hello， 不啾不啾，我们每瓶水就可以多省一块钱。嗨，不啾，对吧？他们景区的，您知道存包花了多少钱吗？不知道，十块钱，这么贵吗？嗯，你省着一块钱干啥呢？我就没。哦，也对，咱们啥都不带，啥都不带的话就能省十块钱。大家看我们后期出的 vlog 就知道了，贵妇基本都在玩，没有提东西，也没有干嘛，没有干任何事情，玩得很开心。我开着车，我就是租的那个小车，在后面带着他，我就像个代驾，我还穿着我那个代驾服。今天热死我了，我穿了三层。那你为什么要穿三件衣服呀？这是一个帅哥的自我修养。这是一个潮人的自我修养。帅哥的自我修养。那人家穿好几件的就不是帅哥了吗？是。哦，好吧，这也有道理。我实在是怕热，我就只穿了两件，我受不了。然后代驾服我就没有穿，我真的受不了穿三件，它一件落一件，一件落一件。我觉得唯一失误的地方就是我早上出门的时候，就是忘记穿袜子，因为太赶了，就是因为很赶时间，然后就不想穿袜子了，然后就没有穿袜子。哎，我觉得我现在的耐心已经被星星练出来了。
你还好意思说改了？我昨天跟他说了，我说游乐园限流。哦，妈呀！我们今天看到了好多我们不认识的礼物。谢谢。我天哪！哇，我想坐在那个马车上，哥。Hello， 小宇宙。啊，小宇宙。Hello， 小宇宙。Hello， 坐在那个马车上，好漂亮。呀、啊，小宇宙一来，我忘记我要说什么了。我刚才说什么了？小宇宙，你才刚下班吗？听到，哦，我要说，今天早上我跟他说9点游乐园限流。Hello， 史丹，然后什么叫限流？就是人家只放一部分人进去，因为疫情期间，人不可能放很多人进去。然后星星说，谁大早晨的9点就去游乐场呀？然后我们就预谋，9点出的门，吃了个早饭，给他买了星巴克，然后装到杯子里，然后打了车，然后带他过去，10点去的时候，人已经特别多了。你说错了一个。我们买的不是星巴克，买的是瑞星，买的是瑞瑞，因为瑞瑞便宜。那么烦人呢、啊？我还不知道你、啊，你这个省钱小能手。都一样，我跟你说，真的都一样，你喝起来都是一样的。我哥说了，等以后我们俩开了咖啡店、奶茶店之后，然后我们的星辰。然后凭借粉丝灯牌就可以免费来我们店里消费，不是是哎怎么的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不对啊，不是这个，是一杯美式，你怎么的还吃一天啊？人家也不会在你这吃一天的好吧？我刚才心跳加速了，比我玩过山车的时候那心跳还快。我刚想夸你了，我们家老脏头终于不搜抠了。谁知道老脏头还是搜抠的呢？吓死了！女生吃东西再吃能吃多少东西啊？刚才吓死我了！你吓死我了！你看你哥哥那个表情，我真的笑死！我今天他爸这样的，不是。不要脸吗？我问你，我要不要脸？要脸，啊，我错了，哥哥，要脸，啊，要脸，我要不要脸？我问你，要面子，啊，要不要脸？要面子，你就不给我面子？要面子，我是今，啊，说完了，就是我今天早上。